哇，这樱花太美了吧！好漂亮哦！这个叫昭和音，昭和音，日本来的吗？对对对。它有多高？这个至少有40米，这个至少应该要至少有1500年以上。好，我们等一下要去看它的妈妈2500年的在上面。这个远的要命、美的不像话的地方叫做司马库斯。 人称上帝的部落，而他竟然是……他是一个共产的部落啊？你说共产？共产？嗯嗯。现在台湾还有这种东西啊？嗯，这是你自己想还是他是说的？我找上文化部长来跟你讲。他有文化部长？哎呦，那注意了，可能没多久行政院长就会来了，对不对？ 詹姆斯，福利能不能好？欢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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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请问你是部长？司马库斯部落的文化教育部部长拉慧。哦，拉慧。对，拉慧。说拉慧。对呀，对，不是说穿这个出来就说是你是文化部部长，是真的你们是？对对，你们是共产部落吗？我们是比共产还要再共产的，我们是共享的部落了。比共产还要再共产的共享部落。对对对对，文化部长讲话就比较奇怪，什么意思啊？ 因为我们部落哈，我们在推动部落的营造的工作，对，我们推动了一个土地共有合作共生，我们把土地整合起来，哦，来我们一起工作，好，然后我们领一模一样的薪水，一模一样的薪水哦，头目2000000，我也是20000，对，薪水不要讲，先不用讲，没关系，薪水要讲就是，我们就想睡这边吗？对，哦，真的，你们要成为他们一份子，我们要成为他们一份子，我们要，我们可以做什么？你们很多工作要请你们帮忙哦。 真的，等一下，这个就要讲清楚了。两万是不是？两万的话，我们一个月你们是一天的话，差不多200-500。司马库斯位于新竹县尖石乡，海拔1500公尺的山上，是台湾最深山的原民部落。观光是主要命脉，但是商业带来的获利啊，也拉开了族人的情感。所以长老们讨论出共享概念。 大家一起工作，领同样薪水，剩下的钱用来发展部落，设置福利制度，守护环境文化，同时达到永续经营啊！我们已经吃饱了嘛，然后也散散步，然后我们还有事情要做，不是这样就要休息了呢？还有事啊？对呀，不是煮完饭就好了？对呀，不是说是共享吗？对啊，我们的部分做完，我们也要共同劳作啊。 还有劳作，不是我负责，劳动劳动。我负责餐厅就餐厅没有，啊没有没有，我们一个人要身兼多职。哦，一个人当三个人用这样的意思。有人想回台北吗？啊好，来，那我们等一下哈，我们带你们来介绍一下我们部落的小米谷仓。这个，对对对，跟一般的房子有什么不一样吗？下面空的，对对对对，高脚的嘛，防潮，对防潮房，对不对？对。 它下雨的时候呢，它的湿气就不会直接进到里面。然后另外一个，这个是防鼠板，防鼠板，蹲下来看呢，它有一个弧度，哦，看这里有4个嘛，4个柱子，聪明哦，4个防鼠板。那它怎样？它就是会去滑下来。不是老鼠这样的话，它就爬不过去，它是有它是内凹的嘛，这样弧度它就没办法，它没有，它不会攀岩的，好有画面。那这个打开这样，对，这个打开就我们这个门栓在这里。 虽然我们有做这个防鼠板，但是我们旁边都有种树啊。那种树，那个老鼠的话，这个一蹬的话，就还是可以。真的没用啊，没用啊，这个办法是人想出来的嘛。所以我们部落年轻人哦，在5年前原地重建的时候，去买了一个货柜屋当内衬了。哦，老鼠最多就是在上面蹦蹦跳跳，啊，吃不到，聪明，聪明，哦。 因为我们不能把这个树砍掉嘛，那个但是以前是不是货柜屋啊？对，当然没有。以前一样木头做的。哎，对对对，这个是小米，这个是小米，这个是等一下我们要做。颜色有深的，有这个。所以这边有很多不一样的品种。哦，这是品种不同，这个放久会，这个是毛毛的，这个就是这个很毛嘛，它被那个。你黄部长，你可以稍微远一点点。你会怕是不是？老花看不到。哦，哦哟哟哟哟哟，摸着摸着更有感觉。有有有有有。 啊，这是另外一种，这个没有毛。对，这个这边的毛啊，颜色也不太一样，这个很黄嘛，味道不一样，淡淡的。啊，这个又不一样。对，你看这个颜色不一样，而且它这个尾端有分叉的，尾端有分叉，颜色有分叉，对，那
啊，分叉的还有另外一种分叉的也不一样。到底有几种啊？我们这里面有七种。小米不是只有一种而已，有七种。哦，没有小米的种子，那品系有很多。我觉得这个最可爱。它另外一种名字哦，这个叫那个稷，家国社稷的那个稷，也是传统的那个粮食作物，很像哦。对，而且这个很像假发。嗯，那跑到鼻子。小米对原住民来说是种神圣的作物，许多庆典仪式都会用到小米。只不过随着时代的演进啊，很多部落都不再以小米为主食。司马库斯族人为了延续文化，特地富裕小米啊，种了七种不同的品系哦。就连传统脱壳方式，哎呦，它也保留下来了。这是妈妈，对，这是我的妈妈了。妈妈，那妈妈你要教我们做这个是？好，是先要，对，要折这个。对，现在很好折，因为有先用热给它那个折断。要这样，稍微这样扭，它这个就会断。哦，就刚刚我有先用去火炭上面给它加热，它就会变比较脆，会比较好弄。这样，就要踩。要踩哦。对，这样。这个就是这个叫脱粒，脱粒，就是把那个米粒从穗上面分出来，啊，后面才要做那个脱壳。像我们这种这么胖，这么会不会比较？那更好用嘛？哦，是吗？我先，脚要怎么样嘛？你可以扶着这个，然后就是这样搓，像搓香港脚，对，搓香港脚，香港脚，其实那个动作是蛮像的。可以不要把它弄出来吗？妈妈刚刚没有弄出来，这都是粮食。好了，好，换我。啊，这个屁股要摇一下，对，这个标准的。摇了，这才是标准的。要点音乐。对，现在你养了，以前就是会这样的，这样子，然后屁股这样。但是那个老公比较少在旁边呢，怕会那个孩子会生开太多了。我觉得会累吗？还不会哦，可以减重，而且会瘦腰。对啊。我说福利啊，我觉得你风凉话说得越来越好哎。这个动作看起来简单啊，其实还蛮累的，因为小米啊一串串很扎实，你得搭配全身的扭动来出力啊。嗨，赶快换手喽。哦，也会很重，蛮好玩的。会不会很重啊，妈妈？啊，不会。这跟翻锅要先教一下。它不是翻锅，它只是让它掉下来。像翻锅一样。对呀，就是这个要卡在你的小腹。小腹。它只有大腹，它没有小腹。这个这样子。对。等一下，要下去是？对，对。然后给它撞这边。它就会抓到那。差很多哦，那妈妈那个这样哐，那整个这样下来的哦。喂，你要撒出来，你要撒出来。回来就对了，对。为什么妈妈的绿豆豆还你看，你看像小麻痹了。很不错的是，没有那么甜腻，但加了小米之后，它多了一个口感，我觉得这个很不错。如果再加一样东西，我会更喜欢。黑糖浆。出发喽！为什么妈妈的绿豆豆还你？你看，你看像小麻痹了。前面要稍微这样，所以这些都是壳嘞。壳啊，真的哎，这都壳嘞，好厉害！你看，妈妈在那时候是喷出来的，这就是经验。同样的动作，不同的效率，也是传承小米文化的意义所在。过去部落的男人啊，负责外出打猎，小米的工作都是由女人来完成。用脚托地的小米啊，利用不断的抖动，透过筛子筛除杂质啊，去芜存菁。你可不要小看现在妈妈做的这个动作啊，腰不够有力，她是做不好的。眼看啊也差不多了，接着就要开始进行脱壳的动作了。直直的下，我是有一点误会嘛，我觉得你有点喘哎。还没，你看，还没。天气冷了。对了，对了，天气冷。好了，该我，像我是不是救你？啊，可以哦。
好像更穿了。好像已经有差不多，已经有一层的了，一层一层脱壳了。好像你这样飞，我们这样风吹着它，它的那个米壳都飞出来了。哦，对，对。我妈妈可以试，我妈妈这个妈妈会放下。她是那个女孩子最强的是这个，你看它是很大力的，我都对啊，我不敢了，会飞出去。哇，它每个倒去跟火山爆发一样。对对对，那个地上就真的像恐龙来的一样。做过，我包括整个打完以后只剩下一点点了。这个就可惜了，不然这个我们在拍摄的时候旁边放个杯子里面有水的话，就是侏罗纪公园了。对啊，很多时候往往我们看到的都是食物最后呈现的料理样貌，脱粒、过筛、去壳，透过这种繁复的动作啊，才能够真正体会食物与人们之间的关系，了解到要吃一口小米有多不容易啊。在这里，除了延续小米传统的脱壳方式，也开始将吃法融入创新。福利，我说该你的专业登场喽，等等。这些东西跟原住民的食物有关系吗？我们点心组的负责人，他的名字叫吉瓦斯。吉瓦斯，吉瓦斯，这什么东西？小米千层塔。小米千层塔。小米抹茶千层塔。因为我自己很喜欢吃千层塔，所以我就想说要加我们自己部落有什么可以加进去的，我就想说把小米加进去看看。好，所以就是直接这样吃嘛，对不对？对，你们饭店有这个吗？你们饭店有这个吗？啊，有有有。那你现在吃，你要真的讲好不好吃，你要讲清楚哦。真的哦。对，你不要因为人家长得可爱叫吉瓦斯，是不是？不是叫吉瓦斯就吉瓦斯。那我先讲。嗯。完了完了，面有难色。嗯。你是在关录音是吧？好吃，好吃吗？你试试看。你觉得它哪边好吃？我觉得它很扎实，因为它有加了小米，对，然后有扎实，但最后它有放抹茶嘛，后面有一个抹茶的香味出来。你在讲的，人家看就知道了。你可以讲一些不一样的吗？那你试试看。哦。女生会喜欢。快点拍。看着你们吃，我也可以吃。可以啊，可以啊。很不错的是，没有那么甜腻。其实像吃这样的千层，我第一次吃是在新加坡。我那时候吃，我觉得好吃，但是对我来说稍微甜，稍甜哦。对，那但是你每一层，因为其实说真的，讲是讲千层的，可是你吃到后来，总会觉得寂寞。你知道吗？因为寂寞是为什么？就只有千层，但加了小米之后，它多了一个口感，我觉得这个很不错。那我觉得，刚刚是美眉经过的啊？哦，怎么样？我觉得如果再加一样东西，我会更喜欢什么？黑糖浆。哦，黑糖蜜哦，淋上去。蜂蜜也可以吧？蜂蜜也可以。对啊，但是黑糖浆跟抹茶是搭配的。啊，好喝怎么讲 ？Good luck, g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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od luck。好，接下来是啥？这是什么？小米马告奶酪，我的奶酪我有掺一点马告，就是让马告的味道有点提升，然后上面就是小米。为了你们真的很辛苦啊，因为等一下也要开始晚餐又要来了。那我可以吃慢一点吗？慢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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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急不急。可以耶。如果真要我在鸡蛋里面挑骨头啦，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，小米太多了。小米太多了。因为你在品尝奶酪的时候，你总是希望说它那种绵密啊，那种 creamy 的嘴口感里面。可是，那你在感受它的时候，那个小米的在嘴巴里面的压力已经零。所以小米可以少一点是吗？我觉得小米少一点，你甚至可以在小米上面再撒一点糖，然后喷一喷像焦糖那样。你就把我要讲的讲掉。真的？你看，你就有点像焦糖布丁，但是一层小米小一点，对不对？然后弄一点糖，然后稍微喷一喷之后它变成焦糖。那你吃的时候，那个小米跟焦糖会很过瘾。那这样不会烧到？不会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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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会。那我再试看看。那你要用二砂，二砂，二砂的糖，二砂糖。我觉得你也想要讲这样子。对。
因为贡生制度，司马库斯啊，许多年轻人选择留在部落，贡献自己的专长，努力学习开发小米口味的甜点，将传统与现代结合，希望透过啊这样的方式，让一般人更加认识小米。这样的精神，身为厨师的我跟福利啊，哎呦，是绝对支持。欢乐的时间总是过得特别的快啊！点心过后，哎呦啊，又要回去上工了。哦，米哦，生米的，就是米，然后洗一洗，然后泡过之后，然后再弄干沥干，然后把它打成太厚了，对，太厚了，比较厚。以前没有这个白米的，我们就是用那个刚刚我们倒的小米，小米。哦，这个放进去要发酵多久？这个不用发酵，像这个都不用发酵哦，没有发酵。它就不用发酵，那就可以吃了吗？要煎或者用烤？拿那个伤对，在上面。嗯，是我们这样可以吗？可以。等一下，妈妈会介绍那个发酵的那个做法。那这就是腌而已啦，用盐去腌那个肉而已啊。好，这个不一样的名字，这个叫达格玛链，达格玛链啊，这个叫做锦门面，锦门面，对，它有放小米子，对，不一样。传统上的话，我们没有生米，就用这个小米，打开直接冲上来，很香哈。这样好啊，就这样直接吃吗？还是煎？没有，我们熟了。熟了吧？我们这个锦门面是不能煮了，煮的话这个就是对，这个对不起我煮文化。那吃就这样直接吃？对对对，我们来试，我示范一下。啊，这个有没有？这个肥跟深的都要一起。我马上好。不是要切小块一点吗？那这个是小块啊。啊，给我咬一下，然后啊，就蹲下去。我把那个喉咙整个给你，哇，整个给你刷干净了。刷喉咙，借过一下就对了。喉咙借过一下，按你吃的感觉是什么？就这个有酸劲，就是发酵的那个酸劲。我们就喜欢吃那个，甚至好像有点快卡到喉咙，卡喉咙了。哦，那个最舒服了。真的假的？对，我喉咙比较窄了，我刚刚就会卡到。有肥跟瘦都有。太可能了。没有，我们先试试看吧。先这样就好。先试试看。好，我来。这个是跟那个吃牛排一样，吃牛排最好吃就是瘦肉，肥瘦参半，然后再加一点肥肉再去吃，对不对？那个牛排就很好吃。第六、第七块了。哦，我是比较大。两位主持人，那个这个会破坏节目效果，拍不到了。不会。啊，哦，你也拍不到。你看这个。请容我先尝这一小小口就好，因为曾经吃过其他部落的，哎呦，那个滋味，我到现在还余悸犹存呢。100个会有一个。对不起啊，台北人呢？嗯，然后呢？我是牙科医师哦。对。然后呢？他每次来啊，都要吃啊，都要吃一个碗公啊，他们四个一个碗公，对。他们还在吗？很久没上来了，有没有听到？很久没上来了，没上来了。他们是那个还活得很好。妈妈说实话，妈妈的表情是很忧郁、很担心，很久没上来了。好了，我们对不对？出外面录节目，你就要感受人家文化。对不对？吃还是要吃啊，不算那，对不对？等一下，不要急，我们先试试看，你不要急，吓到刘玉丽。好了，一起来嘛，对不对？啊，嗯。我妈妈在，很难过那个。1、2、3。小妈妈，先不要马上拿小米，那口香糖啊，与那个肥肉的还有劲，比石烙好吃，真的。叫阿美族会抗议，跟石烙不一样的味道。因为我觉得没有想象中可怕，对啊，还可以哎，可以，酸酸，有点点酸酸的，对，优格没有味道的优格，对呀。其实说真的，它就是偏酸，嗯，哦，有点发酵味。那你如果眼睛闭起来，你不知道它是猪，你可能看到会怕，但在嘴巴里面是不会怕，对啊，对。然后就是很像什么，它味道很像你去欧洲那种酿酒厂里面的味道，对对对对对，发酵。酒曲的味道，对的，所以你其实没有想象中。你上次去金门酒厂那个，对，而且你吃起来高牛，你想象到那个，你最不会觉得可怕了。
来，够，就吃快十块了呢。不错啊，不用吃了。那个，等下你们一个人再吃一个。大块还是蛮猛的哈。嗯。食物的转化真是一件很有趣的事，在腌制的过程中，不管是猪肉、盐巴，还是放冷的白饭、原本一点酸味都没有，经过时间的淬炼之后，在嘴巴里面呈现出的，哎呦，就是一股酸劲啊！忙了一整天，文化部长说要好好奖励我们，嗨，总算可以放松一下了哈。相聚之歌，这是相聚之歌。对对对，所以泰雅族每个人都知道，还是只有司马库斯？哦，没有，这个是我们的族歌了。对，泰雅族、对对对，知道啊。对，林木哈就是思念的意思，思念的意思，就是非常思念你呀、朋友。那里没有？对对对。你没说那里没有？嘿嘿。呀爸呀呀啦。爸爸跟妈妈。对对对。然后那个孩子，就是指。家人了、啊、哦，对兄弟姐妹们，对，对，嘎烧打就是很喜悦，很快乐。因为说那里没有，因为说那里没有，因为说那里没有。哇，刀子压着的话，它就香啊，香、啊。因为这个比较厚。对对对。经过因为保留肉质，这不是更脆？哦哎。对对。可以哦。啊对，小朋友。可以哦。来来来，大概是8-9分熟的米香。那米香好香哦。德格玛列呢，在炭烤过后啊，又是另一种滋味。好吃，从一到部落被丢进厨房，感受部落共生制度，体验啊传统脱壳，了解小米文化，品尝泰雅族原生做法的腌肉，实实在在成为一日司马库斯的一份子。不过哎，故事还没结束啊，隔天一早才是真正挑战的开始。哇，樱花太美了吧！好漂亮哦。这个樱花是本来就在这边吗？这是我们种的。种的。那为什么要种这么远？你部落下来旁边种就好，干嘛跑这么那么远？因为要到那个巨木块木林啊，很长一段嘛。哦。中间的话，我们说有一个，哦，让他们有一个小惊讶的地方。这个叫昭和樱。昭和樱，日本来的吗？对对对对。哦，没有。它的花期很长。哦。对。这样真的已经快一个月了。司马库斯全年都适合来造访，春天樱花，夏天水蜜桃，秋天赏枫，冬天还有机会遇到下雪。很幸运的，现在是赏樱季，走在盛开的樱花林里啊，让我暂时忘记接下来10多公里的路程啊。很陡嘞哈，刚刚那个。哎，走200步喽、哦！你就算哦。你前面的草掌握就到了。我觉得我们前面的年纪要长。我穿的是军装，不爬山掉。不爬山掉。要不是说有看到这个休息区，刚刚那个可能没有那么大意志力出场。最后一段路还是比较难。出走料理真的出走了，用双脚走的料理。没有，其实出走料理不就要爬山好不好？这不算爬山，这不算爬山的。这是用走而已，健走健行。我想如果没有错的话，我短时间应该不会看到的。
说抱怨归抱怨，走在这森林步道其实真的还蛮舒服的。沿途的椅子扶手啊，都是用天然竹子搭造，为的就是保持原始自然生态啊。边走边聊天，还能近距离欣赏大自然，哎，好像也没那么累了吼。到了，这个是第一大的吗？第二大的，哦，这是第二大的，第二大的，这样才第二大。从这个角度看会更清楚。哇，那它这个根系哦，站在这个大地上，它有多高啊？这个至少有40米。所以我们上次用那个电子测距的话，大概超过40米。它这样四十米要长几年？这个至少哦，应该要至少有1500年以上。好，我们等一下要去看他的妈妈，1500年。我们要来看妈妈之树嘛，2500年的在上面。这有1500年啊？对，1500年。快木生长的速度是非常缓慢的。难怪叫神木啊！这大概可以合抱13到15个大人。13到15个人哦。红块跟扁柏就是分布在我们这个森林里面。台湾两种块木嘛，所以其实比较稍微偏远一点点反而是好事哦。对啊，那些什么山老鼠不会进来，真不会进来。他就算进来把它砍，还不知道怎么拿下去。对不对？但是部落也是要巡护，所以我们部落，我们就成立森林巡守队。哦，真的哦。对，像我们就是一个月的话要有2-3天，就是要到森林里面2-3天，就住在森林里面。站在神木前，感觉自己的渺小啊。相传过去的头目啊，在梦中听见上帝的声音，提到未来司马库斯啊会有很多人造访，随后跟族人啊一起寻找，才发现这片先祖们诉说的大巨木与洪水溪啊。园林步道内的巨木啊有十几棵，树林几乎都有千年以上哦。接下来最大的神木就要登场喽。哦。从哪边啊？有，这就是最大的那棵树。这棵树叫什么？叫爷爷爸爸。妈妈。我们终于走了5.5公里上来。终于到了。对不对？非常。哎呀，差点砍到了。没有，我有注意到。帅气。还有手收起来。帅气。哦，就是我们准备要做菜。放刀的时候要慢慢来了。有。第一次看到原住民这样。被怕了。好，就来做菜，找一个石头可以。好。对啊。哎，我觉得你这颗不错。好。好吧。这边我们就把它简单的做一个手卷。好不好？这个够吗？四个够吗？还是要再加？够。我这边先，你知道，先把它捏碎。要我做什么？切洋葱。好，我也有啊。拿出来干嘛？这样慢。对啊，这边拍比较到。那这边待会先把它捏碎了，这样比较简方便。哦，就不会待会还要拿出来切。对。垃圾记者哦，放进去了。对，如果你到山上这边来。麻烦把垃圾带回去，代表这边做菜做完，我们离开。我跟你说，你回头再看，就是我们没来过，一天弄得干干净净，对不对？不简单的事，还要用钥匙吗？对啊，这个哦，是很久以前，我小时候就看到很多罐头人这样子。哎，30几年前。我们是住在同一个国家吗？我们没有看过。喂，这个是什么肉？这个是猪肉。哦，猪肉。对 ，pork， 对，猪肉。它是猪肉的午餐肉，在很多地方哦，这个其实煎一煎就很好吃，柠檬。下，等一下 ，OK， 好。我要肉是很满意的，哦，谢谢。哇，这个哎，这个是要用切的。对啊，要不要全部倒出来那边桌上切？因为它有酸度不够，还要再。哇，这个漂亮，我俩还在找。哎，波怪，有没有什么原住民的节奏啊？昨天那一首啊。美术，哪里美术？呀吧呀呀。
啦啦啦噼里啪啦扫打哩啦嗦哩，这个节奏，啪啪扫打，啪啪扫打，呼嘟哩啦嗦哩，噔噔噔噔噔，哇哦，哎，差不多嘞，刚好接完了，谁叫你跟着节奏，切快一点啦、啊。为了保护神圣的锯木群啊，在这里面是严禁生火的，所以啊，我们今天准备的是不开火料理，洋葱、午餐肉、水煮蛋、啊，通通把它切碎，再加入美乃滋、盐巴、辣油跟味噌啊，一起拌搅它，手卷的酱汁它就算完成了。哎，等一下，这是竹筒饭吗？独木有没有？先给它包起来。哎呀，那么漂亮。啊，对我太太满满的，我太太的爱心在里面，放在哪里？那我示范是怎么吃给你看，好不好？这样对不对？对，就是这样，哦，然后拿一个海苔放上来，是，哦，放在那，这样啊，好，这个就进我左手边这位勇士，你要我喂你啊？我看你嘴巴过来，你要先见我。他没有，他遇到美食就没有比较管。来来来，这个给你。好，谢谢。嗯，很好吃，很好吃。嗯，家里的竹筒饭很好吃哦。这竹筒饭里面有放什么？我看有东西。对啊，有，这个是那个椴木香菇。哦，香菇哦，太好了，太好了。这个就很香哎，光闻就很香。哇，喂，很好吃哦。哦，嗯。徒步三小时来到这片锯木群。让这一口竹筒饭手卷的滋味啊，特别的好吃。感谢啊，来慧的老婆啊，精心准备的竹筒饭啊，听说还是第一次做哦，真的很好吃哎。也要谢谢山神以及母亲神木的眷顾，赐予我们如此壮阔又美丽的大自然环境。哦，所以这大自然当然不是只有靠司马库斯吧？我觉得全台湾你。然后这么好的一片土地，就是靠大家一起，全民要一起，全民要一起哦，那是真的不要乱丢，真的不要乱。好，我们在这边真的会收好，嗯，对不对？你有什么感想？我觉得来这次来这个司马库斯这个部落，我觉得跟别的部落不太一样，是因为他们说他们共享共生，所以大家都很团结的在为这个他们这个部落去打拼，嗯嗯，然后打造一个很让人家觉得很完美的一个部落，让。观光客来这边参观，然后来这边神木锯木群这边，享受就是大自然。